子，搬来学干自己帮我们做壁纸，现在对面正藏着这个有链子，网友这不断的传言着我要面子，对我的粉丝感谢一壶历史，没什么别的事你可能我年轻的子，生有单位的机构，生有单位的机构，看我赚一把资料附加一点骄傲，当然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情发生，但是大家对平时好的心情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